啊，鞋小了，鞋大了，鞋小了，抽出来呗，抽出来呗，是吧？走，带好，我说小，今天上鹅厂溜溜开车，去我媳妇跟着，还瞅着去，都多少天没去了，走了。根根的，还大米呢，前两天呢，啊，那肯定的。哎呀，那都好天没来了。炉子生着。咦，我点对劲儿吗？咋的？不应当从这窟窿点吗？给我吧，你拿那些。哪嘎达能整出水呢？在这块闭关修炼，七七四十九天。到第几级了你？到第几级？太极宗师。我这破东西多了哈。这谁？是大外甥吗？不一定是，这是应该是他哥的，他哥穿小了的。刚才你不要点吗？我刚才那不，这还多亮呢！你看家没电，你看这嘎达，从来基本上没有没电时候，屋里嘎嘎热。一会儿把炕烧着。天文早上一遍，晚上一遍，这屋子嘎嘎的。是不是啊？天天来那烧那炕，你家的暖吗？哎呀，我就准备在这长期定居了。定居了。自己呀。对。开门烧炉子，看不开门？哎，我又把这冰砸碎了，这是不是挂着快？那得，砸不能砸，爆砸。啊？爆砸，别砸。不是，上外站的。管太多了，你说消消耗疼了你。我填一下，你填一下吗？我就填不点儿，你那捡几个煤块。看烧了，炉子热乎了，一会儿躺睡觉。哎，好吃那东西。哎，我爸拿来，你先包。你那牛奶。牛奶。整个奶牛，买个奶牛。爸，我给你打鱼去吧。你打鱼去。跟前的小鱼池，出完了剩那坑底儿，还能不能整？哎，你尝尝打鱼的快乐。我想知道吃鱼的快乐。打鱼吃鱼那常吃，这些打鱼最有意思，能打着是最有意思，打不着就没意思。大明靴子哈，这是冬天东北人最装备啊，打鱼的装备。这我妈给做个大山袜。啊？那你看有没有鱼？哪个？大小壳子挺深啊。那可不，出师不利，这家一整把那个冰川杆儿。把干掉一半儿，没有，技术不行。你看我呀，这是被人打过了吗？这谁能给我整出鱼来呀？回家呀！出师不利呀、啊，看我呀，就那一个棒子，整鱼没打着，冰川也整坏了。我那个桶里都空空的，啥也没有。